唐綺陽星座运势周报，白羊三思后行天秤慎防小三。唐綺陽本周星座运势，图大木影一梯宫，20001801.29。唐綺陽星座运势周报，3-5-3-11，重要星象充满双鱼座星象，水金进入白羊座，木星进入停滞期，水星即将逆行。本周充满双鱼座的星象，充分休息能够有益身心健康，梦境灵验，容易感同身受，会想要帮助弱势的人，也要注意避免酒驾。水金进入白羊座，关注儿童、战争、重新奋起的议题，讨论孩子话题，新计划的开展，容易有一见钟情的机会，凡事应避免太冲动。木星进入停滞期，水象星座的情绪风暴逐渐趋缓，感受较为舒服。水星即将逆行，容易想起故人、旧物以及过往回忆。工作注意，白羊、双子、狮子、天蝎、白羊三思而后行，避免冲动坏事。双子遇见难缠的客户，要耐心应对。狮子多叮咛，注意属下的状况。天蝎事业颇有斩获，可多争取机会。桃花注意，巨蟹、处女、天秤、射手、巨蟹有钻牛角尖的课题，请放轻松。处女约会相处小不顺，要注意态度偏秤，避免心猿意马，慎防小三闯入。射手关心前任消息，要拿捏分寸，避免误会。财运注意，摩羯、水瓶、摩羯有翻身的机会，能够争取加薪或补贴。水瓶财运佳，专业表现带来名利。健康注意，金牛、双鱼、金牛坏习惯容易引发身体状况。双鱼注意筋骨毛病，应及时处理。中运影片连结，唐綺陽官方专属频道 https://www.iloutube.com/watchvnewmr0jemw